合作约社会当日就有补贴加用的机会。经营网络公司企业每合人按其家订造机构个案约社，在急需要改善经济的时阵，小业配合还手，探出利润补贴加用。今仔日伫水上乡举行首次模式，希望企业主也会当合作约社家庭的信心，多加利用。合作就是会当立即有补贴加用的机会，经营网络公司企业每合人按其家订造机构个案就是，在急需要改善经济之时，小业配合还手，探出利润补贴加用。那因为呢，礼券其实它的利润本来不是很高啦，顶多到3% 而已，哈，顶多到3%而已，啊，那小小的，我们或许会觉得说这没什么钱，好，没什么钱啦，但是对我们弱势团队来讲呢，它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了。那我们积少成多，积少成多，所以在这边呼吁呢，我们所有的企业主，或是各大企业，那都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举，透过我们的平台呢，我们把这个事情给散发出去，把这个事情给做大，这是我们公司这一次的最主要要做的事情。今天在水上乡举行首次模式，由油啊网络公司从礼券到客家义气树立人安居家订造机构协助的弱势家庭。那我们想说，这样子呢，做公益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些案家可以出来有经济上的收入，然后呢，又我们本来也不用多付出什么，本来就在买这些礼券，那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所以我们也很愿意呢，成为他们的一个协办的单位，那也鼓励呢各位我们这些企业主，好，也不对你都爱买这礼券啊嘛，哈，那我们就把这个机会呢，我们就给这些真的也找不到财源，找不到经济收入，也不知道去找什么样的工作的这些人呢，让他们出来有机会呢，也可以增加一点他们经济上的一些小补助。今天在我们的孙总的这个架构的平台，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的方向，就是希望大家借由这个平台能够抛砖引玉，来帮助这些弱势，有些弱势团队或者是边缘的个户家庭，在他们没有办法申请到任何补助的时候，也许这样子的方式就是对他们最好最好的一个贡献度。这项帮伊站起来公益活动，希望大家会当支持，协助好家庭及需要的朋友会当度过困难。新闻新闻蔡明东最上乡采访报道。天公伯啊，请问我什么时阵才会当时来运转？有